孙坚军由正面，曹操军从山上朝汜水关进军，和后方的袁术军一起夹攻。刘备军绕道进攻虎牢关。把敌军都给我杀了！大爷，
豪杰。看来敌军已经汇合了，让他们看看我军的实力。大人，祝您成功。拿命来！击败敌将！这怎么可能？